叫李端，是一名残疾人田径运动员。他参加过四届残奥会，多次获得金牌，并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一举打破了尘封十年的残奥会跳远纪录。但是谁可曾想到，他在此之前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呢？李端八岁时就进入长春市少年业余体校，1990年进入沈阳部队男篮，就是沈部雄狮。我前一个视频提到过，他和当时所有喜欢篮球的人的梦想一样，他的偶像是乔丹，他想成为中国的乔丹。他天赋很好，篮球生涯也很顺利，一路从省部二队打到一队，从国家少年队打到国家青年队。他也是国少队和国青队的主力后卫，与王治郅是队友。1993年的全国青年篮球锦标赛，其中在扣篮大赛中，李端战胜了王治郅，一举夺得扣篮大赛的冠军。CBA 95-96 赛季，才17岁的李端，尽管上场时间不多，但表现出色，被八一队看中。如果没有那次意外，下个赛季就会进入八一，或许他会成为八一队的八冠王成员。1996年9月，李端在打扫卫生移动一个旧灭火器时，突然灭火器爆炸，李端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，昏迷了15天才醒过来，但是从此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。右眼球被击碎摘除，左眼视神经挫伤，失去光感，上颌骨颅骨骨裂，鼻梁骨粉碎性骨折，右手食指第一节被炸掉。李端一度对生活失去希望，在队友的鼓励下，李端开始接受事实，学起了盲人按摩。他拿到中级按摩师证书，到队里当了一名按摩医生。1998年，他的机会来了，辽宁省残联到盲校挑选队员，李端被选中了。扣篮王必然有出色的爆发力和弹跳能力，跳远再合适不过了。此刻开始，他踏上了另外一条道路，开启了他人生中的残奥会之旅。他深知这是唯一重返赛场的机会。有梦的日子充满快乐，圆梦的过程却充满艰辛。刚练跳远时，李端根本不敢向前跑，因找不准方向，掌握不好步幅。虽然有教练在前方拍手引导方向，但李端常常跑着跑着就莫名其妙地摔倒了，每天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还会经常跑歪，两脚常常落在沙坑外边的硬地上，扭伤挫伤。但他没有放弃，凭着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艰苦的训练，在当年全国选拔赛中，李端就获得了冠军。2000年悉尼残奥会，由于赛前左膝半月板撕裂，他只拿到一枚银牌和铜牌。2004年雅典残奥会，李端再次发起冲击，他在 F11 级跳远和三级跳远中连夺两块金牌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李端第三次征战奥运，他获得了 F11 级跳远冠军，以 13.71 米的成绩打破了尘封十年的奥运纪录，并将此成绩提高了24厘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李端在冠军领奖台上，当国歌响起时，他将残缺的右手放在胸前，跟着旋律大声地唱了起来，当时被国外媒体评为本届奥运会唱国歌声音最大的人。李端一共参加了四届残奥会，2015年全国残运会，这个时候我们该称呼李端为老将了。这次比赛他只获得了银牌，但他还是很开心，因为这个项目已经出现了比他更强的年轻队员了。福建那个小伙才91年出生的，我说祝贺你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再一个我有接班人了，完你也会继续努力争取在奥运赛场上为国家争光。李端从扣篮冠军到残奥会跳远冠军，他的梦想没有变，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飞翔。